古家老家外阿娃娃，你祖我爱古马里佛代阿娃娃，你祖我爱古家老家外阿娃娃，你祖我爱古马里佛代阿娃娃。Kasamaan hani Manaulau ku faru cuni wama Manaulau ku faru cuni wama Itu wai kakau Na ayau hani Malepe ku cikalai
哪一支麦克风要配备？我这支吗？他是陈中，今天带了一个很古老的琴，据说这个琴100岁了。他带着100岁的琴来考试，来陪我考试。那我刚刚唱这个歌呢，叫中文翻译叫《父亲的期望》，它是一个神话故事，然后把它写，你们听得出来是什么语言吗？日文。但是阿美族，这里有没有阿美族？一位，那你听得出来吗？太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听不懂了。那这个神话故事是在讲有一个父亲，他为了要让自己的孩子可以有胆识，所以他就命令他的孩子说，你们两个兄弟呢，走到水源头，如果有人来弄坏我们的水，弄脏弄坏我们的水，好，因为那个水源头是不可以去的，去到那里，这我跟你讲，这里面神话故事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也会加一点我的想象，有没有？我的想象也会被我加进去。然后就是在水源头，你看到人的时候，你要有勇气把它除草，这样。不是，就是要拿他的头就对了啦。裹手。那后来，爸爸要孩子去，然后孩子去就看到一个头了，看到一个人在泡在水里，于是孩子就很勇敢的把那个头给拿了。拿了以后才知道，怎么会是我爸爸呢？所以你们可以上网 Google 阿美族神话故事，然后两兄弟的神话故事，可能就会找得到被采集过、被填掉过、整理过的文字，然后再加上你们自己的想象。好。